早上七点早，现在经过东方医院，要去哪里呢？要去一个很出名的景点，叫做又见马六甲。这边过去大概是三公里就到了。我现在的各地方啊，包括东方医院，还有这些路，就滨海大道，还有前面在建设中的公寓，这些全部都是填海的。就说在十年前呢，这地方是不存在的，因为现在还是假期，所以呢，来往车辆非常少。现在早上七点，路灯还开着，所以偶尔只有一辆辆车经过。那么在这边呢，可以听到鸟叫声，早上显得很宁静。在这个滨海大道呢，一个好处就是有行人道、脚车道。现在我已经跑到这个大型的发展项目，叫做印象城。印象城其中一个项目呢，就是这个公寓，这个刚刚建完成。你看这个篱笆全部围起来，这个项目啊还没有完全完成。当完成的时候，是一个大城市，有商业中心，包括公寓，包括很多设施在里面的。不过这个公寓也蛮贵的，一个单位啊，不到一千方尺，差不多整百万。那么这个公寓的后面呢，就是那个又见马六甲。这条路要进入那个印象城，大概有500米，没有车，早上又像凉爽，是非常好的跑道。OK， 印象城呢就在这边，这全部都是啊，那个就是又见马六甲。刚才公益已经在后面了，所以现在我已经将近要到这个又见马六甲了。白色的建筑物，前面还有个水道，很漂亮的。因为有微风，所以水有些涟漪。右边那边是停车场，多层的，是免费的。这个印象城呢，当然中心点就是这个又见马六甲的这个建筑物。那里面呢是那个我们讲表演，这个是个剧场来的。这个表演是非常特别，非常震撼的。一般上表演有整200多个演员一起出来，在不同时候表演。那么观众席的座位呢，是会转动的，360度。也就是说呢，它的荧幕啊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坐在这边，荧幕在这边，我们看剧场看戏什么，荧幕在前面，不是的，荧幕是全部360度。那么我们怎样看呢？他表演的时候，这边表演过后，这边表演，那么表演，他一直继续下去。同一个时候，当然不是前面表演、旁边表演、后面表演，不是的，这样一个慢慢表演过去。那么我们坐在这边，一般上我们座位是死的吗？座位是死的。那么我们怎样去看旁边、看后面？我们是转，没有。我们的席位呢会自动转，不是你一个人转，整一两千人的座位啊，我们这样看住，这样转，所以你没有感觉到你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转，也没有感觉那个舞台在转，只是说你一直看着那个表演连续下去，连续不停的，那么舞台一直在变换，在变换是因为它不同的舞台，即使它一千整千360度，那么这样一直转下来，这个建筑的设计是非常特别的，在2008年建成开放，
到今天已经有了4年，跑步的时候有时候头脑啊算数没有这样好。OK， 已经4年了，我之中呢停顿，因为那个限管令 MCO 的关系，停顿了大概2年。你看非常漂亮的建筑，我看很多人应该知道了，这个又建马六甲的机场。这个整个机场是由中国来设计，那这个演出呢是演从马六甲王朝600年前我们这边的历史的演变，一直从郑和时代，然后演变之后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，还有这边民族的交融，巴巴牛亚这边，还有发展到今天，今天马六甲是怎样的。 OK， 现在我排到海边了，这个大海了。 OK， 那边还有一些建设工程，那个是要建设一个很大型的港口，应该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来的。你看今天早上现在7点多，冷冷清清，没有看到其他人，不是没有看到人，印象城或者这个又见马六甲，英文名叫做 Angkor Melaka， ENCOR Angkor Melaka。 OK， 为什么现在这样冷清呢？等一下就热闹了，因为一般上的演出啊都在下午，一天有2场，下午一场，晚上一场，那么每一场演出呢70分钟，1个小时10分钟，没有人场的，非常的精彩的啊。风太大了，一定有吵杂声。这里是售票处，早上9点就开放卖了，到下午6点。但是不是那个剧场表演不是在早上9点，你可以先来买票，然后去走走，然后之后才来看这个表演。OK， 这个票呢，一般上是在大概100元起。100元是不贵嘛，就好像我们去吃一个大餐这样子。我走过来一下看一下，建筑非常的特别，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对，入口处在这边了，从这边进去，然后爬上楼上那边过去，是一个很特别建筑，特别表演，特别地点也特别，这个是在海上，沿海的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特别？我要跟再见马六甲讲再见了。你来看的时候，你才告诉我还有什么特别。好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马六甲，再见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